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届奥运会体操项目的裁判，我叫。我是奥运会体操项目的裁判。我是奥运会裁判。我是裁判。我是。我。我是一个盲人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您是裁判呢。不是所有裁判都是眼瞎。那你瞎吗？我当然不瞎，我可是本届奥运会体操项目的裁判。你不瞎谁瞎？睁眼瞎。Hello， 前女友给我寄了个快递。寄的什么？鲱鱼罐头。打开吗？好，活着不行了。那就不打开了。你还像个男人吗？那你说。我都说了要你干嘛？那就打开。好好活着不行吗？这个怎么开？我没有开瓶器。私底下不是有把锤子吗？你说这个。嗯哼。勇敢牛牛不怕困难，以雷霆击飞。Hello。前女友给我寄快递了，能拆吗这？这可不好说，爱咋咋地吧。让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。哎，这个是，他是不是想说想和我在一起一辈子？他是想说谁跟我在一起谁单身。这又是什么？鬼交易。他是不是想说好想和我见一面？对，他只是单纯的想拉死你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送你去蹦极。知道了。哟，这个是菜狗他。再见 ，Hello。他到底是有多恨我？看看这次是什么？一坨辣白菜。多么痴情的女人呢？还是忘不了我喜欢吃辣白菜。他只是想说你又辣鸡又白吃又菜。哦，我辣鸡吗？你来的是太辣鸡了。我白吃吗？你天天在家里嘴里不白吃。那我菜吗？你这露菜狗，你不卖谁菜？他为什么寄个空罐子给我？问就问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垃圾需要分类。我就说嘛，你是垃圾。学霸考试前。最后的答题可以不做。学渣考试前，顺其自然，选择和填空写上就行。你考试前，选择题不能错呀，填空题不能空啊，大题不能落呀，最后一道题不得做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干呀 ！Hello。Hello。为什么这次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哎，这是什么 ？JK。我也纳闷呢，啊，我是喜欢穿 GK 的，不是喜欢穿 GK。那你是来上音乐？